让我天真无辜，但是我从未信念于玄天上帝，不相信人世间存有天堂，也不相信人世间存有地狱。我就是全能的上帝，是受尽爱戴，享尽崇拜。然而，自身的放荡与邪恶，终究有了着落。花落水流。你哪里拿这幅画的？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你有没有跟我讲哪一个可以拿，哪一个不可以拿？哎，那个是什么？像我嘞？拜托啦，这个是玉帝啦，这样没文化。我看我画蒙娜丽莎，你都以为是隔壁的花姐。哎，挺真的像我的嘛。还有，我跟你说过几次了，不要进我房间，你不会听的。你可以尊重一下我的隐私吗？我已经长大了嘞，我是30岁，不是13岁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太过分了，天打雷劈的！我都没有讲什么，你一直讲，怎么心虚啊？这个多少钱啊？500块。你给我 ，no， 我数到五哈，一、二、三，给我，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去把它卖掉，那做生意嘛，有钱不要赚咩？你那幅画还挺有意思的哈、哦，你是在画我吗？随便画的了，那时候在中国有点闷，又想家，就画了画，觉得还蛮有点感情的，就没把它丢掉。现在都被你卖掉了，死老头哦，都嫁回家了，他还跟你乱乱说话。哎呀，不要说这个了，花姐，你算得出今天有谁买我的绘画吗？你爸送的那幅画，我当然看到了，圆。你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好好的谈？你明明就觉得他一直在控制你，不让你去中国，你就把心里的疙瘩说出来。父子之间没有隔夜仇的。好啦好啦，哟，你很啰嗦嘞。怎样？你有看到什么吗？今天有贵人来。这是你画的，无趣。堂堂正正的 Richard Louis 应该不会这样肤浅吧？这幅画代表的不仅仅是地狱，也代表着人类和人间。他想说的是，有钱的人怎么越来越有钱，贫穷的人却越来越穷酸。你们这些有钱人，有的是能改变他人生命的能力。但是你们为了其他人做了些什么？我们死了后要被阎罗王受审讯，我在这世上还要看你们的脸色，让你们奠定我们的价值。你们是不为我们做什么的，你只顾着在你的人造天堂里吃喝玩乐，还有让我们这些平凡人为你们效劳。这就是我无趣的话想要表达的。来说，艺术是不能用价钱来衡量的，它代表的是感情，是感情的诉说，是心意的接近，是我表达我理念的一种渠道。我想要的是用我的艺术说出我的人生，感动大家，有同陪大家哭，陪大家笑，这是一名艺术家最高尚的成就。我的新学徒，希望你能当他的导师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能是你？你有什么意见？
把我的脸给丢光了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你毁了我的命运，你毁了我给你的一切。下一个的秀，我们别办了。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一个警告。你别以为你是无可取代的，Richard， 我想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；你要我画什么，我照着你的意思去画就对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。别装了，如果你不认识我，我的画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别玩了，你看这幅画的画架。这是什么变态的玩笑？我知道我犯了很大的错，但是你需要这样对我？再不走，我叫保安了。你这条毒蛇，你不会有好报，因为这样就放过你了。小心一点啊！我全部都包下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有啊，我父亲那里还有多一些。准备好了通知我，我直接去你父亲家拿。好，没问题。这没有你，我还是可以成功的。你虽然年轻，但却有过多岁月的痕迹。这张符你烧了，混合开水喝。Richard Lee， 你真是个痴迷小伙子！我的话，那个是我的话，我哪里对不起你？你猪狗不如，你还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那个是我的话，你们走好啊！你给我，我你给我放开我 ！Richard Lee， 还我我的话！你为什么来这里找我？你还嫌我不够烦吗？拜托你不要每次用那个可怜兮兮的眼睛看住我。你这臭小子，为什么你要这样？你这辈子都要……不是我这一辈子，是你这一辈子。都不要放青菜了吗？还有，为什么把我房间锁上？可以把钥匙给我吗？你爸是谁？为什么你这样讨厌他？他对你做了什么？不要玩了啦！我数到五啊！你很可怜啊，我肯定你把我当成你爸了。你爸现在在哪里？
可以啊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你帮我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，花姐。点订阅。花姐，花姐，对不起，先生。花姐，你做了什么？我只是按照你的指示做的。我从来都没说过要让大家忘记我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这不是你要的吗？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我要的是让大家忘记我的过错，不是忘记我这个人，不是忘记吴思源啊。真的能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？你如果不喝下这杯茶，后悔的人会是你。在追寻安乐的路途中，你得先纠正你的过错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不认识你。你是在开什么玩笑吗？神经病！下一位。请问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吴思源啊，我是那个画家，几个月前我还很出名的。先生，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吴思源啊。吴思源，你不可能不知道我是谁的。吴思源，我孔叶，孔叶啊，他是我的徒弟，他是我的徒弟啊。孔叶，我是吴思源啊，没有我的话就没有他了，你们不可能不认识我的啊。十幅国王那幅画很出名的。我是吴思源，吴思源啊。这怎么变成这样？这什么狗屁？这什么狗屁？为什么全部变成这样？为什么？今天是什么大片？我是吴思源啊！我是吴思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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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吴思源。你帮我把全部的东西变回以前的样子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这次一定会改的。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你一定要帮我。阿元，我求求你了。这世界已经给过你无数次的机会了。任我天真无辜，但我从未信念于玄天上帝，更不相信人间存有天堂，也不相信人世间
存有地狱。啊，안녕하세요。아こんにちは。Korean, Japanese, Chinese。哦，早说嘛！来来来来，快来这边看啊！我们这边哦有很多不同种的话哦，来自世界各国的哦。这个啊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啊 ，I love you 啊。那这个叫做……我就是全能的上帝，是受尽爱戴、享尽崇拜的指使者。然而，自身的放荡与邪恶，终究有了着落。我已经不再是那曾经的我了。这幅画一定会保护你的，因为这幅画里面的这位哦，就是异地。你要知道哎，地狱是假的，异地才是真的。暴力的指使者和不善男女，应沦于火海。忘恩负义之人，该受剥心掏肺的谴责；道听途说之人，将受精神上的折磨；捣乱家规的分子，会受到处罚；不孝男女，则永恒地背负着他们的罪孽。Thank you.